人蒋素拉21日为代言品牌以格纹套装现身，露出105公分大长腿。从出场开始，闪光灯从没停过，可见蒋素拉人气多高。听到主持人夸赞漂亮，自然不做作大笑的样子特别迷人。제가지금눈으로보고있는데이미모가실감가싶습니다이렇게아름다울수가있죠자여러분예쁘다생각이드신다면하늘에서한번반영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자엄청나죠好久没露面的江苏啦，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呢？작품을하고있진않아서여행많이다니고좋은나름자기개발과 그동안못배웠던것들배우고싶었던것들이것저것배우면서지내고있어요期待江苏啦的新作品喽！